大家好，我是世界武术三段冠军孔兴。大家好，我是世界武术三段冠军申国胜。下面进行三大基本防守后闪规范动作练习。首先，散打基本站立。当对手用拳法攻击我们时，我们后腿迅速向后移动，下巴微收，躯干向后闪躲。下面进行完整动作练习。下面为大家讲解一下一范错误。当我们练习后闪的过程中，容易导致只仰身后闪，没有步法后撤，躯干后闪，这样会导致我们的闪躲不成功。应直接后扑后撤，躯干向后闪躲，下巴回收。下面进行散打基本防守侧闪躲规范动作练习。首先，散打基本站立。当对方用直拳攻击我们时，我们的步伐迅速微向左或向右移动，头部与身体紧跟向左或向右闪躲。下面进行完整动作练习。下面为大家讲解一下一犯错误。我们在练习侧闪躲时，容易导致步伐与身体头部侧闪躲不一致，这样会导致我们的侧闪躲不成功，容易导致对方击中我们。应步伐与身体一致闪躲。下面进行三大基本防守下躲闪规范动作练习。首先，三大基本站立。当对手用拳法攻击我们时，我们迅速屈膝承胯，含胸收腹，下巴微收。下面进行完整动作练习。下面为大家讲解一下一犯错误。在练习下闪躲时，我们容易导致不屈膝承胯，只低头。这样会导致我们看不见对手的动作，应屈膝承胯，含胸收腹，下巴微收，目视对方。下面进行散打基本防守跳步躲闪规范动作练习。首先，散打基本站立。当对手用拳法或者腿法攻击我们时，我们双腿迅速蹬地，向后或向左向右迅速移动躲闪，
下面做一下完整的动作。下面为大家讲解一下一番错误。我们在练习跳步躲闪的过程中，容易反应迟钝，跳步躲闪过慢，应我们判断迅速跳步躲闪。